让你尝尝中国功夫的味道。别高兴得太早，胜负还没定呢。我会让你心服口服的。有。
很多人是刚来到这里，还不知道我们这监狱里面的规矩。这里不是监狱，是比武场。从明天开始，我们这里天天比武。比赛开始。Yeah, yea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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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
比赛开始。 本场比赛，吴影胜。 本场比赛，韩江胜。好，一场。
本场比赛，杜建刚胜。杜建刚，韩江，野狼，无语。他们四个人是这两天的胜者，最后的决赛由他们来比。今天的四强赛，第一场，韩江胜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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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接下来进行第二场，有吴影对阵杜建刚。呀！比赛继续，你吴影对着你韩江。今天是最精彩的决赛，对阵的双方是吴影韩江，你们双方的胜者将有资格和赤坂少佐或者黑木少佐过招。比赛开始。Come on.
把韩杰给我抓起来，快抓起来！没错，老子就是夏云峰。八哥，去告诉九山君，黑龙会的内奸我们已经抓到了。哥哥，什么事情这么开心啊？学子，你给我带来了好运啊。嗯，我们黑龙会的那个内奸夏云峰已经抓到了，我让他们马上送到这里来，我要亲手砍了他的脑袋。学子在这里恭喜哥哥了。嗯，我去联系霍伦，马上回来。嗯。顾莹，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，今天我会亲手杀死你。黑木头，我看你是记性不太好，你忘了当年我们师爷和我们陆大哥是怎么把你打下山崖的？今天我让你再死一次。别怪我没给你机会，你去死吧。Yeah!
有本事给我出来！呀！你不是仗着刀快吗？这会儿刀没了，我看你死狗都不如。哼，是吗？来呀！学子，你来的正好，他是叛徒，杀了他！哼，他们三个一个都跑不了，杀！Oh!
该死的叛徒！你搞清楚，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，不是什么叛徒。中国人呀！学子一定替你报仇。香儿，你们都让开！今天我要和唐川了结一下我的私人恩怨，你们千万别插手。白三儿，你有几把刷子？我这个做师傅的还不清楚啊？手下败家，别管我有几把刷子，今天我必须要给我妻子报仇。来吧，
行啊，还剩两只镖吧，我看你怎么杀我。老小子，你也一样。来啊！是吧？5、4、3、2，砰！你还笑？去当二鬼子啊！犯下弥天大罪，就应该被五雷轰顶。今天我就替游击队结束你这条狗命！哎，不要！哎呀，饶了我吧！饶了我吧！下辈子。他们！
黑木龙，别让黑木龙跑了，给我救！快，快，检查一下。这些游击队常常坏我的好事，你们谁想先死？爹，女儿今天要为你报仇。Yeah.
有。我好呀！